还有一个晚景，微微，这几句三个月了，我想问下你有咩感想？喺呢三个月，每日都好辛苦啊！日日都好似饮醉酒咁样，瞓唔着啦。点解？有冇事啊？所以我发誓，我以后都唔会再饮酒噶啦。小姐，小姐，点解你个口罩会戴成咁样啊？冇办法啦，我戴一戴住口罩，我唔够氧气。一戴住就覺得，明明少少想嘔就變咗好似即刻想嘔咁樣啦，同埋咧又唔夠唞氣，即係唔夠氧氣，個人好焗、好辛苦、好想暈咁樣，咁所以我長期就係咁樣戴住個口罩啦，即係都好似有啲揾命搏咁樣啦。咁咧上網咧就見到咧。話呢個穴位可以止暈止嘔啊嘛，跟住咧就話外國有個發明咧就可以戴住佢之後咧就長期幫你咁樣按住呢個穴位咧就可以止暈止嘔噶啦。咁我都唔知道有冇效用啊，就成日得閒就撳下去咧，撳到其實呢個位咧已經係瘀咗噶啦。咁啊，即係就算唔戴佢，我都可以輕易撳得到呢個位置出嚟噶啦。但係咧有冇真係止咗嘔咧就都唔知道啊，可能。可能冇帶佢嘅話，仲更加慘咯，或者，不過呢條手帶啲人以為我可能係隔離手帶啊，咁咧我喺呢個街邊咧匿埋一邊度嘔嘅時候咧，跟住有啲人就行埋嚟咧，用啲奇異嘅目光望住我呢條手帶咁樣咯，可能就以為我係被隔離嘅人咯，嘔吐膠袋片。黃生為我準備了有一堆的膠袋用來嘔吐的，但是我對嘔吐袋也有一些要求的。首先你先拿那個過來，這個就是這個密實拉鏈袋，可以用來保鮮將它的，但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有時候你要嘔跟著又要摺回去，跟住想再嘔又要打翻開佢，咁又好似好麻煩咁樣。你嗰、那個呢個咧就呢、這個就我唔係咁中意，雖然呢個可以掛耳式，可以掛耳式，但係咧，事關呢啲有顏色嘅袋，通常咧都有一陣味道喺度嘅，變咗咧想嘔嘅時候，本身已經有少少想嘔，再聞埋嗰陣味咧，就真係非常之想嘔。所以其實我最中意咧，我最中意都係用翻呢啲乾生果嘅袋，因為咧咁佢就冇味啦。咁啊嘔完之後，唉，就一手揦住佢，跟住咧想再嘔就打翻開，咁就最方便啦。不過又有啲薄，即係有時都會驚唔小心剎一剎車揸爆咗。嗱，我呢啲唔知係脂肪定係